第一个动作叫热象限，在我们做弦根的动作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状态不一样，原则上希望保持轻松的心，全身放轻松，双脚站两边，以腰胯为主轴，以气导体，用力不用力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学不到重点，也不用 care， 因为只要强调让它很柔顺利，你做起来的动作很顺很柔，有到位就可以。放弃你的形体，因为我们练功顺风操基本的前提是希望你能摒弃年龄的限制，能用玩的心态，轻松地达到简单有效的强身的方法。所以说，先记住，不管你能做到多少，都用玩的心态来达身体、玩身体，到达练身体。慢慢的来，配合着呼吸，在一吐一吸当中，渐进的去拉开整个身体的经络，也就能简单的达到我们治愈的功效。要相信身体本来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，你才会更容易达到整个身心合一的状态。我们第一个方式，行深的第一式叫做热向前，一样放松身体。我现在做示范动作三个节拍，放轻松之后，左脚打开，光脚就双脚站两边之后，记得你如果是从左脚起的，你右脚要先做一个支撑点，用右脚起的人，左脚要先做一个支撑点。那我们现在就用一般人的方式，左举，左先起。记得所有。